请掀开经本，从52面第五行看起。众无量善，惑众大福，悉以入于方便愿海，作心之行，具足清净，于处离道亦能善除。昨天讲到此地，今天我们再看第五句：常见于佛，分明照了。那么这是戒尘，见佛，见佛了，已经是很难的事情，又何况常见？不但常见，而且能够分明。这个分明啊，是真见到，见到真佛。不仅分明呢，而且能照了。这个照了，这两个字很重要。见佛，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见佛？凡夫偶尔啊，在善根成熟的时候，因缘具足的时候，见到佛的化身。我们同修当中，有一些告诉我，他见到了，多数是在梦中见到，很少数是在自己静坐的时候、念佛的时候、惊醒的时候见到佛，也有缘很殊胜的见到佛像高大。那么这些见佛不常见，此地讲的常见于佛，这个里头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舍利菩萨，德行高超啊，他们常常随侍诸佛如来的身边，这常见。第二个意思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虽然烦恼没断尽，无明一品也没破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也能够常见于佛。凡夫若要常见佛，
一定要到心清净到相当的程度，豁然觉悟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也算是常见与否，我们应当要修学。伊斯兰教所办的老人院、孤儿院，我看到之后，他们对于孤苦的老人照顾得很周到。这是值得我们尊敬赞叹，对于无依无靠的孤儿，也能够教育他们，养育他们。使这些很不幸的儿童能够获得比有家庭、有父母照顾的还要周到。我看了之后是深深的有感触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，学生流离失所，我们也跟家庭脱节，跟着学校走，跟着老师走，老师也就兼任父母的职责，我们把学校当家庭了，老师也就是父母啊，对我们照顾得好，也是无微不至啊，所以我们终身呢感念老师的恩德啊，实在讲。感念老师的恩德超过分，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孤儿院呢，是很有感触。这些儿童长大之后要知恩报恩。这个教育才算是成功。底下这两个字不容易做到，照料。照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般若心经》里面所讲的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这是智慧的关照啊！你的服务才能做得圆满啊！所以，这个是佛门以外呀，很难明了。明了都难，做到当然就不容易了。真能照料，
一定要做到三轮体空。金刚经上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才能够分明照了。你的这一桩善行才能够做得圆满。每一天在做，每一天做同样的工作，做久了，世间人都感到厌烦了。我们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读到的，为什么普贤菩萨样样事情他都能做到不疲不厌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任何一桩事情做久了就懈怠了。能够长久精进而不懈怠，这个人决定成就。大多数人时间久了都会感觉到疲厌，所以都被淘汰下来了。怎样来挽救呢？一定天天有人提醒，有人鼓励你，劝导你，这个就是听经闻法了。天天提醒，天天劝勉你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分明照了。真正用功的法，如理如法修行，假以时日，不难悟入。悟入程度有前深不同，深很难说，但是浅入啊，每一个人都可能。宗门讲功夫三个层次，关照、照住、照见，这三个阶段。此地分明照了是最高的一个阶段，照见我们读心经，你看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照了。这是功夫啊，达到上层了。我们做不到，如果能做到观照，功夫就得了。何为观照呢？就是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功夫能提得起。第一个妄念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就把它纠正过来。这个就是观照。能够叫妄念不起来，这就行。宗门的观照相等于念佛法门里头所说的功夫呈现。宗门里面讲的照住
相当于净土里面讲的四一心不乱。照见呢，则是理一心不乱。由此可知。宗派法门不相同，所用的术语不一样，论功夫、论境界完全相同啊，没有两样啊！这才是佛所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诸位修学一定要选择契合自己根性的法门，适合自己生活环境的法门，你修学起来格外的方便，功夫容易得力，这一点呢非常重要。我们选择法门以什么？来做标准呢？标准就在此地。总要自己修学方便，功夫容易得力。然后逐渐将自己功夫向上提升了，这个才有成就啊。所以这一句用浅显的话来说，功夫得力了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这我们同学常讲啊，我还做不到啊。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念头没转过来，你没有把佛的教诲落实。如何落实？你先孝敬父母。你看这个观经三福，那是讲修行真实的基础。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世尊这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。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成佛了，他的正因就是这三条。然后才晓得我们修行从哪里修起，从孝养父母修起，奉师师长，从这两句着手啊。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这两句没做到，这两句果然做到了，然后把孝敬，把这个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个意愿扩大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尊敬一切众生，你不就常见于佛了吗？所以人不孝顺父母，
决定不能做佛，不但不能做佛，学佛都学不成功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小经啊，世尊在这个经典里面苦口婆心教导我们孝道啊，你要懂得孝敬的理论、孝敬的形象、孝敬的利益，我们才真正肯发愿去做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为九华山讲过一遍，现在我又重复再讲一遍，诸位同学要问为什么？为了我们大家修行的根基不坚固啊，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不得力。我们把这部经细细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共同学习，希望把修学的基础打好。是为了这个原因的。基础好了，从什么地方见到了？那就是见到你对一切众生的孝敬。真正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父母师长。地藏法门就落实了。如果还做不到，地藏法门没有落实，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以地藏法门为基础。地是大地，诸位想想，你看这个世界，建筑物无量无边，高的100多层，最小的搭个草棚，也不能离开地面呐。地是基础啊，地藏经啊，就是我们修学的基础。所有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圆觉声闻，一直到六道众生，不能离开地面的。这个地是心地，心地宝藏就是孝啊，孝养臣事，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孝亲尊师啊，这是根本啊。希望同学们要深深的去体会，认真努力去奉行，务必要做到。我们修学，这才有根啊，才有根本。再看
底下这一段，前面这个五句都是说的因，与会这些菩萨们、化身大士，他们的因圆满了，因缘果就满了。所以他就能够证果啊！底下这一句是：以圣解力，若于如来功德大海。清凉大师他的科题，这个科判就是解释经的，这一句他的科判是成因入果，趁前面的原因证出如来究竟的果位。经文我们要留意，你看看它是什么力量证果的？圣解力，解就是前面讲的分明照了啊，解是理解。圣是殊胜，不是普通的了解，非常殊胜的了解。这个了解超过凡夫，超过二乘，超过全教菩萨，才称为圣。在此地不仅是要超过全教菩萨，还要超过十地，所以这个圣呢，那是真的殊胜，超过十地，这才能证得如来的果位。圣洁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每天读经研教行不行？给主说不行啊。那每天念佛修行行不行呢？也不行啊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题》里面说了两句话，我们不能够疏忽。他老人家说：“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。”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。你看看，一个增长邪见，一个增长无明，那怎么能入佛果地？所以清凉教导我们，一定要戒行相应。定慧等学，真正做到相等，才有其如的机会。
这个教导是真实的。我们今天学佛也很用功，何以不能其如？我们的定慧呀，没有平等。好像开保险柜的号码锁没对准呐。不是不急，就是过了头。这个门总是打不开。道理就在此地。什么时候我们定跟慧眼均等？这个均等，定在慧中，慧在定中。定慧不二啊，一定是落实在生活里面，你才能得真正的圣洁。这个圣洁，我讲这个圣洁，跟经上讲的圣洁意思不一样。我讲的意思浅。我们所理解的比一般人殊胜，那也叫圣洁啊。我们比声闻缘觉了就差多了，比不上他了。比普通的人，我们的见解比他正确。所以这个圣洁是有等级的。此地讲的是最高的。我们要从最低的去学。所谓是下学上大了，菩萨们以最殊胜的解力，在教下讲大开圆解，你才能入于如来功德大海。如来就是佛果。大乘经上常以如来表自信。若与如来，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如来就是自信。所以若于如来，就是明心自性啊，见性啊。自性本具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那叫做功德。大海是比喻。比喻我们圆满恢复自信的无量无尽的智慧等等，学佛最后的目标就在此地，这就是世俗一般所说的成佛正果。那么这是说你尽心，你成就了。幕后这一句，得于诸佛解脱之门，游戏神通。你尽了心，尽心之后又做什么？你修行正果成了佛了，成佛之后再干什么？有些人不明了啊，到寺院庵堂
看到大殿上供的那个佛像，看了之后啊，不敢学佛。我问他为什么？哎呦，他说成了佛之后啊，原来就蹲在那里让人拜，他动也不能动。这个事情我不干，我要逍遥自在，我不愿意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去给人拜。这是个误会。成了佛之后啊，游戏神通，你看多自在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成了佛之后啊，还一样要过日子啊，一样要工作啊，一样要应酬啊。那么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要成佛呢？佛过日子跟我们过日子大大的不一样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，佛过的日子过得太自在了，幸福快乐，这就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过日子是糊里糊涂在过日子，愚昧无知啊，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也不晓得死往哪里去，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也不知道，糊涂过一辈子，这是凡夫。如果你成了佛之后，你再到这个世间来，生从哪里来清楚明了啊，死到哪里去也清楚，来干什么都清楚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成佛之后，道家慈航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。他来干什么？是来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他来干这个的。一切众生不分族群，也不分文化的差异，也不分宗教的信仰。我们在前面第一卷里面看到了，诸佛菩萨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。菩萨应化在世间就这一桩事情，破迷开悟解门，离苦得乐行门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叫佛家的事业。佛教里面常讲的如来迦叶，如来迦叶就是这八个字，破迷开悟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个八个字给诸位说，
依旧脱不了四弘誓愿。你们诸位想想，破迷开悟是后面两句啊。尤其是第三句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是破迷开悟啊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那是离苦得乐。断烦恼是离苦啊，成佛道度众生是得乐啊，成佛道乐，度众生乐啊。我们这两句经文，以圣解力入于如来功德大海，这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幕后这一句得于如来解脱之门游戏神通啊，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他怎么不落呢？由此可知，佛菩萨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应当学习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我们先看它这个课题，五是三命，第二行，这是第三段，别名得法赞佛。前面是总说，与会所有的大众们，他们的德行，这一下呢，在依他们的族类，依他们所实现的社团，一个一个来说明，这叫别名的法。他们的赞佛，就是赞叹我们自己真如本性。四摄众中，我们在第一卷看到的与会的这些团体，一共有四十类也。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四十个不同的族群，四十个不同的社团，众这一个词，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族类社团来讲，大家很容易理解。这一段话是清凉大师说的，信长行得法，说明他们得的是什么法。那么刚才我们念的
这个两句的总数，这个纲领我们必须要记住啊，这总数的纲领就是以圣洁力入于如来功德大海，得于诸佛解脱之门游戏神通。解脱之门多，他得的是哪一个门？下面呢要给我们细说。这些菩萨所得的这个法门不一样，全是诸佛解脱之门，它的作用利益了完全是游戏神通。所以往下的经文每一个段落都分作两部分，前面一部分呢是长行，后面一部分呢是记诵。长行文里面说明他得法，他得的是哪一个解脱门啊？记诵里面呢，这是当时这些菩萨们赞叹诸佛的，在本经里面我们会看到，每一个人他所得的是一个法门，这一点给我们初学的人很大的启示啊！说明什么呢？你真正要想成就的一门深入，那为什么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呢？自信里面的智慧功德无有穷尽啊，你一门得到了，圆满功德就现前，没有其如，没有得到之前，你在门外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啊，这四面开了很多门啊，你在外面没有进来，门很多，进来之后呢，不全都得到了吗？无论你从哪一个门进来，你所得到的都是圆满，那不就是法门无量就全都得到了。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由此可知，你要同时学几个法门，学几十个法门，你决定的进不来。好像你想从外面进到讲堂里来，同时想从两个门进来，你能进得来吗？试试看吧，你进不来呀，一定从一门就进来了。这个道理华严经上显示的最清楚最明白，每一个人修行都是一门，一门所得的功德跟其他门所得的功德没有两样。
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的。正如海会菩萨所讲的，如来境界无有边，过虽解脱，解脱能观见。每一位菩萨都是一门深入，只有一个特别的，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普贤菩萨，其他人都得一门，普贤得十门，十是表圆满、表法的意思，实际上啊，还是从一门证入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那么往下的经文，先说异生众，后说同生众。异生众里面，先说诸天八部诸神。这个顺序跟第一卷恰恰倒过来了。在第一卷里面，我们看上从最小的慢慢看，看到最高的。现在看到人家修行正果啊，这个探得啊，我们从最高的讲起，再讲回来。这个里面也藏了很多的意思啊。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，去体会。请看底下经文，倒数第二行，所谓妙严海大自在天王，得法界虚空界极尽方便力，谢同们。这一位就是摩西首罗天，这是大自在天王。天王的德号，前面跟诸位都报告过了，往下了都省略了，单单的来说明他得法，他得的是法界虚空界极尽方便力。下头文经文里面这一句就是法身下头，如果能够得法身解脱，你当然得大自在。法界虚空界，是说即用所变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作用变虚空，变法界，清凉大师在疏钞里面跟我们解释的，空是讲的四空，说法界四理
都在其中。不单单呢是讲偏空啊，讲这个变空啊。也变空内色心等事，这个意思就说明，虚空法界里所有一切的物相，没有一样不变。那么说到这些四相，通常我们讲到有正报，有依报，有色法，有心法，无有一法不变，小而微尘，矛盾啊。事事物物皆变了，这个里面意思就无尽的神光，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达到的，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，言语就更有限了。所以佛常常说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是不可以用言语思维能明了这一个思想。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今天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五个字，法界、虚空界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尽虚空变法界的事实真相。这个说法呢，大家比较上好懂。极尽这两个字重要了。极尽是体，法界的本体，自性的本体。清凉给我们说了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说用同体积，用是作用，佛菩萨常说的大用无方啊。这个大用是整个大宇宙在运行，这我们从大的方面来看，实在讲宇宙之大我们见不到，我们今天能够见的
即使用高科技啊，无线电望远镜来探索太空，甚至于这个近代有很多说法，外星人来访问地球，啊，他们乘的飞碟，飞碟是交通工具啊。我们之所能够接触到的范围是在非常非常的窄小啊，在十法界哪个法界没有超越人法界？我们人要到月球，要到火星，要到外太空，才要造这些飞行的工具啊。外星人到地球上来，乘飞碟而来，飞碟是他们的交通工具，飞行工具。它是什么？人呐。如果是诸天，诸天到这里来呀，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，人才要啊。没有听说啊。四王天、忉利天到人间来坐飞碟来的，你们听说没听说过啊？佛经上没这个记载啊。而佛曾经跟我们说过，龙王要游离十方啊，他有轮宝，那个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器。我们想想轮宝是什么呢？大概那个飞碟就是他的轮宝。充其量这个外星人乘了飞碟到我们这儿来了，大概是铁轮王、铜轮王、银轮王、金轮王，不就四种轮王而已啊。轮王是人道，不是天道。所以他是天，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他不是天神。我们今天称他做外太空人、外星人，这个说法倒蛮合理的。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外星人。你才晓得，我们今天能够观察自性其用，实在讲的范围很窄小。自性其用啊，周边十方啊。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这是一生性，同生性里面佛所说的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诸佛报土，诸佛无量无边，世界无量无边，显示出他的大用无方啊。虽然这么大的作用，不爱长极，性体没动过，现象在动啊，性体没动。这个意思我们也不好懂。现代人家家都有电视。你们都在家里看电视啊。电视里头的画面不是在动吗？像在动吗？那个电视的荧幕没动过啊。没动的
那个是体啊，会动的那个是用啊，不管怎么动，也没有妨碍体之极静，体之不动。这是我们从大宇宙里面来观察，我们在缩小，缩小到我们一个人身，我们这个一个人身啊，生理跟心理啊，得注视，这里面的状况情形跟大宇宙没有两样。你要认为，哎呀，大宇宙太复杂，太复杂了。我们这个身心小宇宙复杂的程度跟大宇宙恰恰相等。我们的身在动，我们这个念头也在动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我们六根根性呢，从来没有动过。六根的根性是真心的，六根的根性是自信的。世尊在《楞严会》上讲的多么透彻，最著名的一段经文《涉凡显界》，佛是很会说法，从十个方面来说明见性不动。岂不跟大宇宙的运行没有两样啊？所以要知道，真心自信是极静。讲到极静，都是说体离体，有没有形象呢？没有，他没有形象。虽没有形象啊，他能够现一切形象，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唯心所现，那个心是真心的，唯识所变，识是带着迷妄的真心。楞严会上讲的阿赖耶识真妄合合，以真为体，以妄为作用，作用是虚妄，体是极静，极静才是真。从这一点呢，我们就体会了佛陀的教学啊，对于法界一切众生的教导，佛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修定。佛为什么教我们修定？因为极静是常住真心，你要想明心见性，你要想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要不见自性，你就永远不能够明了。你要想明心见性呢，那非修定不可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跟世间其他一切法不相同的地方，佛家是以修定为主。这是三无漏学里头的枢纽啊！
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呀。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法门虽然不同，你所修学的方向目标相同，通通是修定。宗门里面，观心是修定，参话头是修定，教下的止观是修定，密宗的持咒是修定，净土宗念佛还是修定，方法不一样啊。这个方向目标没有改变呢，通通是修定，只有定才能开慧，只有慧才能够照亮诸法实相，达到你要求的目标啊。所以极尽两个字太重要了。在此地讲德法，把大自在天王摆在第一位，用意我们就明白了吧。这个是基本的原理，永远不能变更的。你明白之后啊，才知道修定重要。那么定是什么呢？你又得要清楚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解释禅定，这两个字怎么讲法？祖师说的很好，外不着相啊，叫禅；内不动心呢，叫定。禅经虽然是禅宗的典籍，但是它里面所说的原理原则可以通达一切宗派，可以通一切法门，它是总纲领啊。我们佛家讲的大宗持法门，不能够疏忽。我们念佛的人要能掌握到这些原理原则，念佛功夫就能得力。不但能得力了，得一心不乱都有可能。所以你通达明白了，你就会念了。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什么叫会念就相应啊？这个很重要。这个会念是与极尽相应。与极尽相应呢，也就是与看破放下相应。这个作用啊，
不妨碍极尽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清凉第二个意思说，用通体变也是事实真相。你看极尽的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心多大了？无穷大了。我们今天讲虚空法界也不能比啊。佛在楞严会上做了一个比喻，他比喻得很好，他把十方虚空啊比作一朵云彩，把极尽的真心呢比作太虚空。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，十方虚空大，还是我们心量大呢？心量比虚空大得太多了。从这个比喻里面很明显的体会到啊，所以才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这话是真的，这不是比喻啊。如来说这一句话，限量境界不是比量，完全是事实。清凉大师说，作用啊，跟体一样周边。这作用是什么呢？诸佛菩萨的作用是觉而不迷，人家念念觉，那个觉是周边法界，周边性体。我们说性体好，有法界，法界太小了，虚空法界都太小了，周边性体。我们凡夫迷而不觉，我们这一念迷情也周边法性。这个事情谁知道呢？诸佛如来知道。我们凡夫，佛要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点点滴滴周边自性啊，这个话很难懂啊。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现代科学家发现波动的现象，这个就是属于波动啊。那么现在最常大家最常明了的波，光波，
声波、电磁波，这是诸位都比较熟悉的，速度很大了。声波速度比较缓慢一点，电波跟这个光波速度都很大，科学家也能把它计算出来啊，1秒钟30万公里，这是光波啊。我们今天算这个星球与星球当中的距离，都是用光波来计算，光年。1秒钟30万公里，走1年的长度叫1个光年。用这个做单位，来测量星球与星球当中的距离。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呢，心波的速度啊，我们今天讲思想波，讲心波，大家还是不容易体会。思想波，你起心动念那个波，那个速度啊，光跟电不能比呀。光跟电1秒钟才走30万公里。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思想波啊，才一动，周边星体为什么这个念头一动，十方三世诸佛都知道了？如果你这个波要达不到他那个地方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经上给我们讲了，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佛国度，那要用光这个速度啊，从我们地球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可麻烦了，那不晓得要多少10000年才能到啊。可是佛告诉我们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多少时间？一弹指啊，就到达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速度呢？思想波的速度太大了。所以，无论你是明了的觉念，还是迷惑颠倒的妄念，不论觉与迷，念头才起就已经周遍自性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自性，体是极静的，体不爱用啊，不妨碍作用，用不妨碍体啊。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的原理也在此地。为什么众生有感，佛菩萨立刻就有应？诸佛跟我们众生
没有两样啊。内通真性，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。说十方三世佛，包括我们自己在其中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。所以讲三世佛，我们就在其中啊。如果讲过去佛，没有我们。现在佛也没有我们，讲未来佛，我们个个都是嘛，一个人都没漏嘛，共同一法身。法身是什么？极净，极净之体就是法身呐，是法身之体。一体所起的作用，所起的现象。法身之相，唯心所现，那是法身之相啊。一真法界是法身之相，十法界一真庄严还是法身之相。我们凡夫不认识，诸佛菩萨认识。今天我们去访问伊斯兰教，遇到一些新闻记者，他问我，你为什么会想到啊，到这个地方来访问？我们不能给他说真话，说真话他不懂啊。真话是什么呢？法身之相是平等的嘛。我去看他是应该的嘛，哪有什么理由啊？佛家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尽虚空变法界给我们是一个字体，所以我们自自然然对他就关怀啊，爱护啊，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了。诸佛菩萨通通是这个做法啊，但是说这个呢很麻烦，为什么要解释半天他未必懂啊，就不谈这个了。所以他问我，问我为什么现在提倡多元文化嘛？这个他好懂啊，一说他就了解了。我们希望住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希望我们常常互相的访问。常常交流，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，消除一切矛盾，达到互相尊敬，互相的爱护，互助合作，建立安定的社会，繁荣的社会，达到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共存共荣。我这个说法他懂，他听了很好，很好懂，他听了就点头。我要讲佛法这一段讲了，他听不懂了。这是浅的意思。佛家讲这是究竟义，真实义。
这是说明感应道教的原理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而佛对我们的应决定不是实，这个感立刻就有应。那么我们今天求佛，为什么佛不来呢？好像没有应吧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感应在经上讲的有四种形态：显感、显应、显感明应、敏感显应、敏感明应。确定有应，但是不定是哪一种形态。有些你能够觉察得出来，有些自己觉察不出来。不是没有感应，真有感应啊。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呢？这个不在佛那边，在我们自己，我们有业障，有烦恼，有习气，厚薄不相同，所以佛对我们的应呢，才变现出这些现象。这个现象是我们变现的为识所变。而佛陀这个感应呢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这个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。我们要能体会，要能明了。即用无碍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极静常极不爱常动，常动不爱常极，动静是一不是二，所以称之为力。极尽方便力了。清凉跟我们说得好，忘极故不爱用，这是说方便，解释什么叫方便。什么叫忘极呢？不着极的相。我们跟你说极静，你着了极静的相，你就错了。换一句话说了，你的作用就失掉了。你不起作用，所以佛家讲不执着，这个原则非常重要。你只要稍稍有执着，你就有障碍。你不执着就没有障碍啊。所以一真法界、十法界
所起的作用啊，都不成，不产生障碍。我们今天凡夫，动者有碍，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我们今天离事有碍，事事更有碍。我们对佛的这个说法，就很多人产生怀疑。佛讲的玄谈，不切合实际，实际是障碍重重啊！哪里知道佛讲的话是正确的，没说错啊？重重障碍是从妄想分别而生的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决定没有障碍。所以你不能执着寂静。你才显示出作用。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大用，这个大用就是平常我们讲的神通啊，这个六种神通啊，达到了究竟圆满，是什么呢？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虚空法界，森罗万象，一真庄严，怎么起来的？华严经说的，唯心所现。心是什么？寂静。由此可知啊，森罗万象，一真庄严，是以寂静起的作用。寂静是体，相是一体而现出来的，作用也是一体而发生的。这个意思比较深，可是你不能够不懂，你要懂，你的修学就有了依据了。你根据什么道理修行？这个是跟你讲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整个佛法的教学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显密宗教，宗是讲宗门，教是说教下，总纲领、总原则就在这一句里头啊。所以以极尽才能够现象，才能够起作用啊。所以相没有立体，体没有立相，所以才跟你讲性相一如啊，离事不二。那你是真正见到真相，事实真相大白了。这个是佛讲修行正果，落实到我们现实，就是生活行为、处事待人接物。
永远不变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那么这个是在德法里头第一句排在第一了。这个第一总是叙说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尊天王，自在明称光天王，得普观一切法喜自在解脱门。那个解脱门，我们把它略掉了，不必再解释。解脱门在这里大自在，这一尊天王他所得的，也就是他修学法，修学这个法门，修学成就，也入佛境界。他得的这个法门叫普观一切法喜自在。前面的一尊是法身解脱，这一位是讲的智身解脱。普这个字很重要，决定是清净心、平等心才能普观啊。如果你心里面有分别、有执着，你的心怎么能普呢？普是用的真心，若有分别执着，你所用的是妄心，妄心就没有办法观一切法了，真心才能够观一切法。一切法这三个字所说的境界无限的深广啊！这个深与广啊，都是无有穷尽的。那么清凉跟我们讲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于一切法他都能够观察到，这是普眼的。这是说你的眼的见量的能力，第二个意思观一切法，理事不二啊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相即是性，性即是相，这个是见到诸法实相。第三个意思是于一法中啊，见一切而无碍。你看看他这个见，就见得更深了。第一句是讲观一切法了，这是广。
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都能观察广啊！你能够看到性相一如理思不二深，又能从一法当中见一切无碍啊，那你是看透了。所以他这一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他是修这个法门而证的无上道的，显示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大能。这个意思正是清凉大师所说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才得大自在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一切事都有障碍，一切无也有障碍，一切人更不必说了，障碍更多了，前念跟后念都产生障碍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所以你要晓得，障碍都是从执着分别妄想来的，然后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就可怕了。佛说的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华严上说的，圆觉上也讲，不过佛是不常说，就是这是在一乘了义经里头佛说了真话，本来成佛，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谁害了我们呢？妄想分别执着害了。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从外来的呀，这正是古德所谓的自作自受，是我们自己无端生起这些东西，还得要自己来承受，而这种现象麻烦在哪里？是愈陷愈深的，每一况愈下，这是我们的苦处麻烦处啊，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。做一点好事，种一点善因，机缘成熟，三善道受报，所造作的恶业恶行，因缘成熟，三恶道去受苦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，就干这个事情啊。无怪佛对我们叹息说，可怜悯者啊，真可怜，真可悯啊，佛以无尽的慈悲智慧愿力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肯接受，不肯相信，
那有什么法子？今天我们就云，能够在一起相聚，长时间的学习，长时间的熏陶，希望有一天醒悟过来，醒，真相性，你就真做到了。你说我相信，我还做不到？给诸位说假的，根本就没相信。相信哪有做不到的？只有不相信的人才没做到啊！所以大家总要记住啊，佛法至难行易，没做到。就是还没有真信呐、啊！你现在是信佛了，你那个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真的一定做到啊！没有做到了，还是信，不真实啊！为什么没有真信呢？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还没搞清楚啊！所以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进程的目标啊，就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